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两场比赛今天同时开打，现在看到的是荷兰队对阵东道主卡塔尔队。上半场加克波为成衣军团首开纪录，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，德容补射破门扩大比分2-0。博古伊斯替补进球因加克波手球犯规被判无效。全场比赛结束，荷兰队以2-0完胜卡塔尔，小组赛三轮比赛之后2胜1平积7分。